帮助电视剧《我是杜拉拉》，王耀庆成功在中国闯出名号。翻摄自于八一微博，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43岁男星王耀庆靠《住花》系列电视剧走红台湾，2009年前进中国发展。今爆出他拍一部戏片酬最高可拿台币5000末片酬，身价水涨船高。其实王耀庆在对岸已被封为若要重学老公，王耀庆一定动算。天仙左刚出道时曾于青涩的王耀庆合拍饮料广告，翻摄自天仙脸书，王耀庆转战中国发展，近来靠住电视剧《杜拉拉》升职记《我是杜拉格拉》闯出名号，被中国影艺圈封为职场男神。因他在《我是杜拉拉》体贴疼老婆，在职场上更是老婆事业伙伴，是个有钱又贴心的老板兼老公，让观众简直超羡慕。王耀庆近年来都在中国发展，翻摄自腾讯娱乐微博，不少粉丝看完该剧直呼我们要重学老公，影迷一致认为若要重学老公一定要挑王耀庆。又影迷表示，王耀庆演过的角色大多是那种帅哥级别，是个气质魅力挡不住的完美男人，连目前许多想结婚女性心目中的完美男人。据说要像王耀庆这种类型，对于这个趋势，据说连王耀庆也大感意外。